여기는 공자 문화센터 체험기지입니다. 모든 것을 생활을 체험하고 싶은 사람들을 다 여기로 오세요. 아, 경치 못했다. 경치 젠저 쌀었나? 이렇게 해서 드럽답습니다. 드럽죠. 나도 해도 되고 여기도 하나 있어. 어우. 그럼 요거 不要紧，这个你可以摘了，可以摘。那个可以摘，小也小，这个小的好吃。这也行，哇，好吃哟。应该好好吃，嗯。哎，大家好，今天我看个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杜家村里的种的这个菜园都种了哪些，这那个蔬菜，这个第一哈。 你看这个是个像人参叶似的吧，这就是个唐参，中国叫唐参。这个呢可以做那个我们拌凉菜吃也行，还有那个煮鸡的时候呢，再放摘几片叶子放进去，那就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哎，这叫唐参。嗯。 这边呢是西红柿，哎呀，这西红柿长这么高，马上要开花了。这个是西红柿的藤，是吧？对，这个西红柿呢就变成那个架子，要不它长得很高，然后一直长到这么高，完了所以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支架的话呢，它会倒下，所以它这个支了个架子，哎。 我们旁边这个呢是个茄子，茄子呢还有很矮，嗯，这个呢是个黄瓜，啊，嗯，黄瓜旁边就是这个是茄子，茄子也是爬藤的啊，嗯，因为它也长高，长高所以黄瓜呢就不需要爬藤了，哦，黄瓜也是，因为它那个太小了，啊，还得再枝藤，对对，那个下次过来弄一下来得及，不一样，能看出差别来，嗯，现在已经四种了。 这边是辣椒，辣椒种的多啊，这辣椒，嗯，估计在我们6月初的话就可以吃了。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一垄全都是辣椒，对，这样照过去这些啊。种了40棵。辣椒也是需要一个支撑的力量。对，要不它也倒下。这边这个是个，也不一样。土豆。啊，土豆现在长出来了。土豆长这个样子的。嗯。 因为是我们，先种了以后扣了膜，先长出来，我们这个洞先挖出来的。是先挖洞还是先长出芽来？先长出芽以后，然后您后挖的这个口打开了，就那您就是看起来那个地方鼓起来了，东西要出来。啊，对，鼓起来，我刚才我不就啊，开这个口嘛，嗯，真有意思。这是个铺地膜的目的呢，是一个是。 防那个草长草可以防草，还有可以保持这个湿度。啊，嗯，旁边这个现在是有点蔫了，这是我们现在种的是个地瓜。山芋是吧？地瓜是这个栽这个叶子以后呢，把这个叶子本身就把它干掉，干掉它就从里面再重新长出来一个新的芽，再往上长出来，我估计过几天就会长出来了。 这一垄全部是地瓜，哦，这两个全部是地瓜，啊，地瓜种的也很多，它这个地瓜种了2个品种，一个是白瓤的，不是光光蘑菇嘛，一个是红瓤的，嗯，对对，这边还有大葱，葱是长出来的，就是现在刚刚长出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叶子长得不一样，啊，那个倭瓜，啊，倭瓜，嗯。 种了倭瓜，这是那个圆圆的那种。哦，嗯，种了2个。细细的，这是葱芽。啊，这是葱芽。嗯，你要不说，我觉得就是草。哼哼哼。曾经极好的领路人，陪我们走进新时代。
信誓旦，印度普吉罗舍청사는나를보고말없이살라하네어려나바람같이 살라하네.